2019年新群规，请各位相互传阅，闹完不带急眼的，生气不许退群，聚会不许迟到，乡镇不许带走，图片不许黄色，聊天不许骂人。朋友我们经常相聚，相聚在这个群里，群主知道大家的心，把这个平台来搭戏。我们相聚在群里，群里也欢迎你，我们唱歌跳在一起，玩得多么嗨皮。专家呢经过研究认为，一个温馨的群理想的构成是这样的：第一，要有一个唧唧歪歪的群主；第二，要有几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；第三，还要有几个视金钱如粪土，时不时发红包的爱心人士。有句话说得有道理，有缘才能相聚，虽然我们相隔千万里，很高兴人是你，希望你呀、啊，希望你常来群里，在这里放松你的心情，减轻工作的压力。最后呢，祝我的群友们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苦付出。熊群，全网实拍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QFF877，QFF877，关注后免费进群。